那还有黄焕章老师、唐凤跟顺林。大家早安啊、我是开放文化基金会的新颖。那开放文化基金会是一个由社群组成的基金会。那如果用 GLINV 社群的习惯三个字介绍自己，那我应该会是一个网络自由、社群经营跟开源人。开源人在这边，就是来自一个社群的我，今天也很想听一下由三位讲者黄焕章老师、唐凤跟中研院的陈顺林研究员，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对台湾社群的观察，然后大家在一个社民主的框架之下，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事情，然后来做自己撑出自己的一个空间。那社群由下而上，大家在谈的那个由下而上的力量，在社群里面我们做了哪些努力。那首先我们先请唐凤，哦对，唐凤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唐凤没有用 slide， 大家就直接开始。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哦。在今天开始前，口译组特别来找我，希望我把讲话的速度放到平常的一半，而且在标点上面还要有所停顿。他们说因为有手语的翻译，那以及还有笔译的关系，如果我像上次双年会那样子造成口译的麻烦的话，那么他们会很困扰，而且会加倍的困扰。所以我这次不会讲一些就是中文的双关语让英文的翻译变得非常困难，好比说什么 policy making behind open doors you canJoin, so you can join. If you can, you can join. 开门造车，你行你来。Everybody's business, everybody helps. 就是众人之事，众人助之。这些我都不会讲啊。那所以，所以我你看还自带翻译，非常棒哈。那所以我跟口译说，他们也不需要准备什么想法的这个大部头的论文呐、啊，只要去看一个很简单的一部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哦，《Inside Out》。我从头到尾只会用五个专有名词，那就是晶晶、燕燕、怒怒、悠悠跟乐乐。好 ，OK， 那相信口译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一开始要讲的就是关于防卫民主，民主呢的防卫，因为我昨天刚好住在卫民街哦，就是防卫民主这件事情，它主要要想的就是有哪一些在公共生活里面，如果是被引发了的情绪，它会对于大家进入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是不利的。也就是说，民主它是依赖在我们叫 pro-social 亲社会的一种情感，而反社会 anti-social 的情感如果弥漫在社会之中的话，当然就没有民主可言。我举一个例子，好比像说像厌厌、哦、这样子的情绪，就是厌恶了，觉得说哦，政治很肮脏，年轻人反正觉得这个都政治都是被老年人把持哦，自己无能为力，什么事都不能做等等。因为我最近常常跟像日本跟韩国的年轻人座谈啊，所以就可以理解到说哦，厌厌这种情绪确实是在他们那边是造成无力感的一个来源。那在这里呢，其实社会部门当然也有人把它叫做第三部门、志愿部门等等，我都叫做社会部门。社会部门是让我们在台湾看到说哎，会把这种厌恶的感觉一下就转变成行动非常好的一个触发点哦。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看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面的提案，我们就发现说本来那些理论上还没有投票权，当然这个要修宪很困难了，大概可能18岁或甚至16岁的朋友，为什么反而是这个平台上面最主动而且是最容易揪到很多人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很有效的能够把这种无力感转变成一个有效的提案。好比像说有一个叫做就是一次性餐具包含塑胶吸管、哦、应该要逐步的禁用。
那这个就是有一位叫做我爱大象，大象爱我的这一位提案人。那这个提案人瞬间就有5000多个人联署。那我们去开协作会议的时候，发现他只有16岁。我们问说，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的纠集很多人？我们本来以为只有环团大佬才能够瞬间动员5000人哦。他就说，第一个，我这个提案呢，是我的公民课的作业，我的公民老师要我们去找到一个社群，然后把我们看不顺眼的东西变成发展的力量。第二部分呢，他有结识到一个线上的叫不速之客，塑胶的塑，这样子的一个社群。那这个社群的经营者呢，后来我们也有见面，也有聊过，他就是很有效的去把这种好像是厌恶塑胶的这种感受变成比较欢乐的，就是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减塑的方法，一下子做不到100%也没有什么关系，瓶子它是换成可回收的，盖子还是塑胶，或那个饮料杯的那一层膜还是塑胶，它也 OK。 也就是说，他在他的社群经营里面很有意识的把反对的或者厌恶的这种情感变成一种欢乐的或至少大家可以分享的情感。那这样子的做法呢，就很成功的不但达成了他们的诉求，我们一次性的餐具现在真的逐步禁用了，而且在过程里面也让这些餐具的制造商看到说，哎，确实因为现在没有什么 B 型肝炎的问题了，他们也可以转型到比较循环再生永续等等的这样的做法，然后让这些年轻朋友虽然还没有投票权，但是已经可以促成整个社会的一种消费习惯的一种改变了。所以这是在燕燕就是对于无力感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谈的就是关于惊惊啊，就是恐惧感的部分了。我们知道我们在特别在公部门里面还是有很多从威权时代留下来的一方面害怕人民，所以不太愿意让人民就是集会啊结社啊等等，那当然这个慢慢都已经解决掉了，但是呢也害怕基层的公务人员，所以呢就运用像公务员服务法啊什么特殊权利关系啊之类，剥夺掉基层的公务员以个人的身份对于公共政策的参与跟讨论。那这一部分呢也很高兴可以看到说，哎，就在我办公室里面也有一些同仁啊去加入了也是类似不速之客这样的社群呢、啊、但他们叫做公革力哦，公务的革新力量的一个联盟。那这个呢就是结合事务官以及关心事务官的权益的朋友，并不是一下子就跳到说要争取罢工权哦，那个可能还有一些争议，但是至少就是能够发表个人的意见，至少呢对于不合理的工作的形态或者对于不合理的设计，像一开始国旅卡那种设计，都能够有所串联有所发生。这样子的话，一方面不会再变成说好像哎，政务官不相信事务官，而且觉得让他们太自由会恐惧哦，因为这种恐惧是会传染的，事务官在不受信任的情况下也会恐惧公民哦，然后不太愿意跟公民对话，所以还是要先把事务官组织起来。那他们也很成功的组织了不只是工作条件，甚至包含一些国家政策，好比像说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因为个人资料的管理机关是分散在各个部会，所以第一线的承办没有一个独立的专责机关可以依循，他们就必须要自己承担大部分判断的压力。他们也很成功的去动员，所以不只是好比像说他的言论自由现在全序部现在要修法了，独立的各资专责机关我们很快也会因为他们的这个鼓励哦，没有了就是压力了，变成说我们要提到立法院去。那这个呢就是把互相不信任这种恐惧感克服掉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最后呢就是讲到怒怒啊，怒怒它是可以对人就是所谓的出征，出征我不知道怎么翻了，但是好出征。那然后呢或者它是对事，那就是同仇敌忾嘛，愤慨。对事当然是很好的，就是哎，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我很愤怒，但是呢我这个愤怒是愤慨，就是哎，那就先承认我是没有人，一群没有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就是怒怒悠悠乐乐的这个亲社会的这一条线、哦、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它变成是对人的，特别是对特定的群体的，那就很容易被激化甚至被极化、哦、那这个呢像 IORG 这样子的社群， COFAX 这样子的社群，就是最近蔡英文总统念了一整串 的那个社群、哦、那我是觉得这个也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呢，不只是说大家在社群里面是大家可以自由的，就是进出来去等等，它比较没有我们在就是治理部门上面，好像只有特定的资格的公务员才能够来进行公权力，或者是在经济部门里面，只有投资者或者是买得起这个服务或产品的人才能够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在社群来进行这样子的工作，它的正当性以及它的永续性都是特别高的。所以当每次出现类似出征，或者是说不管是境外还是境内想要把这个民主否定掉，变成它是完全两边互不相信的情况，那总是在第三方，就是从社会部门进来说，哎，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来讨论说晚辈怎么跟长辈沟通，那这样子才能够让他们了解到说，哎，真的有资讯操纵在进行啊等等，这个就比政府或者大企业来做类似的事更能够让就是长辈变成一个比较亲社会的方向。这个其实台湾有很长的社造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越是由社会部门来做，正当性就越高，也就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越不需要把权力集中到政府去，不需要运用像晶晶啊、燕燕啊这种情绪哦，回到当时的威权的体制。所以这大概就是我的开场，我也有承诺说我不会用到十分钟，我会还一点时间过去，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到下一位讲者。好，那我们谢谢唐凤前面带来了一个兢兢业业目目的三个观点。那接下来重要的事情大家看到这边有没有一连串，接下来后面在三位讲者讲完之后，其实我们你可以现场提问，然后或者是如果你害羞，你也可以透过 Slido， 或是你是远距，你也可以透过 Slido， 对，所以把你的手机举起来开始扫 QR code， 或者是你要 join Slido， 像下面有这一个 code， 可以把它输入进去。那用在这一场里面我们应该会用 Slido 上面的问题来请讲者们回复，那旁边都有可以按赞，好，按赞就是有大的关注度。然后我代表开放文化基金会第一题蛮想听的。好，那接下来让我来介绍一下顺宁哦。顺宁我跟他认识也很久了，那他其实长期的也有在观察，不管是原住民族群或者是台湾的公民科技社群，那他都有他的一些观察。那我们请他来分享一下他观察这样子的社群在民主上面的实践。喂，哦 ，OK， 我需要拿掉口罩吗？听得到吗 ？OK， 好，那我是陈顺玲，我现在目前是在中研院法律所。那找我来讲这个题目，其实我想就是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我的学思历程的这个场合，但是在我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很难不从这个角度来想。那我今天的题目我是要谈另类的社群或者是一个激进形式的组织跟民主。好，那从这张图开始，就是这张图是阿里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上面的一张图，那它是达那里谷的里面的苦花鱼。好，那这个为什么从今天开始呢？就是说其实在我接触这个自由软体或者是公民科技社群之前，我其实当时主要去做的研究主要是跟原住民自治有关的议题。好，那为什么要从那么远这边开始讲起呢？就其实呢，就我当时作为一个法律系的学生，接触原住民这个议题对我来说非常的有帮助的一点是说，以台湾18岁进入法律系来说，其实你的社会接触非常的有限。那你进去之后，你就开始学习各个法律的就是各部门的法律，比如说民法、刑法等等，然后你就去学习，从就是老师就是比较去诠释法条来告诉你说这个法律要规定是什么。可是他比较少的课程会是告诉你说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好，那其实我是在接触原住民社会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有很多资源的分配或者是组织的规范或者是组织的形式有很多种不同的
太阳。好，那这个图呢，它其实是阿里山有一个社区叫山美。好，那这个部落他们当时这个就是苦花鱼，因为有很多人去捕鱼啊，或者是去抓鱼，那等等，就是到让这个鱼有一点枯竭。那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各个有几个家族，那把这些家族的这个他们各自管理一节一节的这个河川嘛，哈，那他们就把这几段河川都说好，那我们共同来管理。共同来管理之外呢，我们就会做很多社区继续护渔，然后去巡视这个渔区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去执行部落觉得说怎么样管理渔场是一个重要事，是怎么才是一个怎么样去管理渔场，然后去实际去禁止。盗捕盗猎，应该说毒鱼或是抱歉，昨天太晚睡，好，就是去等于就他们就成功了去富裕了这个山美的苦花鱼。那这个例子呢，其实在当时整个在台湾在做社区总体营造的时候，也成为一个榜样，就说哎，其实你看就是好像就是很多。OK， 好像很多东西，不是说要用外来学习的方式去做才能够去做，才能够去怎么样？就好像很多东西不是一定要外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我们部落重新去思考说怎么样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那我们直接去做，然后我们做成功了之后，那可以去告诉大家说原住民的自治，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这件事情是重要而且有益而且做得起来的，那重点是做得起来的这件事情。好，那我就要往下，就是说居林兵呢，其实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个网站，居林兵他会说他是从零替代政府的 Gov 的 O 哈，然后从零开始思考政府的角色，那也代表数位原生世代零跟一这个世界之间的视野。那所以这个其实如果说你不要去想说原住民这个自治这件事情跟公民科技好像在技术或是范围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其实如果你去想说其实是一群人去思考说对他们来说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怎么样去做才能够 做到这样的一个情这个事情。那目前的法律有什么样的限制叫他们不能这样做，那还有就是什么是他们支持他们这样子一个另类实践的物质的基础，并且把那个物质实践的基础做出来，然后呢去告诉大家说有很多观念跟语言其实隐含了一些歧视啊，或者说在法律随着物质的改变，也可能会因为本来规范类比世代的一些法律在数位时代要去规范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显得很格格不入。那这个时候，这个数位的社群就会觉得他们的生活会绑手绑脚，所以其实是一群人去反思说，什么样是他们觉得应该要有的生活方式。那在这个制度跟这个技术即使是不同形式的社群，但在这个制度，他们所面对的切身的制度跟工具上，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达成，帮助他们达成他们理想的生活太阳？好，那这个对我来说是另类社群的一个重点就是另类社群他们去实践出来，然后呢回头来让大家去思考说，哎，其实我们主流社会好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的正常或是唯一，那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去思考，就是说哎，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来让我们进行不同的规范或者是组织的形式。好，那这就是另类组织形式。那昨天在我们有另外一场讨论，就是在讨论社群治理的时候，有两位就是Liz Berry 跟英国的一位他们在讨论，就是左边是一个传统，我们认为
国家政府等等，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当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希望他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去看的是一个阶层化的这样一个三角形的结构，然后我们会去看那个三角形结构顶点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做。但是呢，另外就是但现在这种我们希望的一个另类的民主的实践，可能是这一边这种椭圆形，好，那可能不是有一个阶层化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好，那这个是我另外画的图，就是说其实聚灵B这样的社群某种程度是它很，对不起，要怎么往前呢？那个 list 的下一张，对 ，OK。所以这张，讲到就是说，这个比较是聚灵B这样的一个公民科技社群哈，它有一位澳洲的学者称他们叫做这样子的一些组织的行动或是政治的行动叫做 nerd politics。好，那这个 tech poll 就是它其实不是只是技术，它也是这些人也是关心这些所谓的资讯宅，可能也是关心政治的。它叫 tech poll nerds。那这些人呢，他是在技术跟政治的一个边界。那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想法，就是他们想要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数位的时代呢，建立一个适合这个数位时代的民主政治。那他们立场可能政治立场可能各个不同，可是基本上是反威权的。好，那他说呢，这些 tech pop nerd 其实也不只是技术宅，其实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那这些各种各样的人，我相信在会场也很多哈，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呢，主要包括就是传统认为是资讯人，然后也有法律人，然后也有艺术，也有媒体，也有政治。那这里面我会把这个资讯跟法律当作是社会的一些规范的基础架构。那法律当然是，那有很多社会规范也是在就是内建在技术里面的。比如说你上车如果没有绑安全带，那个车子就会一直发出声音。所以这些是技术跟法律，我是把它看成一个基础建设。那艺术跟媒体呢，它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好，所以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就会重新去思考，就是说目前生活周遭的这些基础的技术或者是法律，怎么样去限制跟怎么样去限制行为跟规制我们的行为？那要重新去思考的话，法律跟艺术的人是艺术跟媒体的人是可以用一些各种不同的语言或表现方式去跟其他人沟通，说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这样子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规范方式是有问题的。好，那还从而呢，他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那就是政治哈。那这些多中心或者是去中心的这个社群呢，它里面可能不是每种人都有。那它这个它的边界也是比较流动跟不是那么确定的。可是当他们这些人想要去跟一些现实的议题哈去做一些反应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去跟一些比较传统的组织，比如说像是 NGO 啦，或者是政党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组织去互相的合作。那这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我又没有办法回去，就是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长的是不同的样子，他们不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那这个时候这些 non-nerds 哈，这些他们要怎么样知道说你们这些没有人是谁？好，你们这些没有人，请回去，有一张是有三角形跟圆形。你们这些没有人是谁？那我要怎么样跟你合作？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社群里面会有一些需要。好，那当然也不只是因为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税啊等等，他们有一些需要，说他们内部需要有一些三角形的出现。那这些三角形的出现呢，就会让其他人觉得说 ，OK， 那我知道你这里面可能有什么样的人是我的对口。好，那这个东西又回到当时我在谈原住民自治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原住民自治那时候有谈了很多，尤其是2000年前后。那有些人觉得说，好，原住民自治那就是
给你一个那个就是原汉人的就是自治团地方自治团体。那如果说这些部落每个部落都变成一个里，或是每个部落都变成一个村，然后你都是有村里长、村里办公室，那这个时候你虽然对于外部人来说这样子一个，哎，他知道有些事情发生，有些比如说环保局，他知道要去哪里，要去找这个部落的这个组织的哪的谁去跟他互动，可是呢？如果你每个部落都长得这样，那原住民自治就不会提供另类的组织方式供大家思考说还可以怎么样。那同样就是如果说这个另类的社区、另类的网络社群，如果这个三角形也变成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哎，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人的组织是什么，你还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是哪一个基金会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基金会谁是在负责这件事情。那同样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会让就是也会去压缩这个社群可能提供大家思考的空间。好，那总之我要讲的就是最后一页，另类的社群呢，就是它需要一些物质的空间，然后物质的基础、制度的空间，然后还有一些观念跟语言的改变，让大家去能够去重新反省思考，就是说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模式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唯一正常。那这些反省也会让我们不断去审视自己，给自己一些学习的空间。好，谢谢。好，我们谢谢顺宁的介绍。好，那第三位其实是台南，来自于台南社大的黄晃章老师啊。Dream Visa Me 第一次来到台南举办，我们当然也要找到在地的人来讲一下，那在地的社群的形成，大家是怎么做的？那大家在这里面又如何去监督政府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来然后另外我想特别讲的事情是，我同事说黄汉章老师是他的偶像啊，就是老师在地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台南社大也是一个很蛮另类的组织哦，就是以前大家对社会大学的想象应该是插插花，然后练电脑技能这一方面，但是台南社大他告诉我说是很特别，那是如何特别？那我们就请黄焕章老师来介绍。好，谢谢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台湾的的同仁们啊，好，那我想你认识台湾这块土地吗？我先带来啊，带来一个影片哈，这是正在进行的，现在进行式哈，这里面只有两块污染有被处理哈，好，开始。
们真的忘了土壤是要传给子孙的。好，我们现在很多的土质场，很多的建筑力料场，很多的砂石场，很多都是假的，它其实是事业废弃物的搅拌场或者是掩埋场。所以当这些事业废弃物不当的应用到渔温农地以后，你可以看到那个高雄的大林的那个中钢的转炉石，然后造成木瓜甚至水是强碱水，所以木瓜树整个掉光光。我们一年环检警查出来的挥发弃置将近 每年大概200场，可是我们 完成清除的只有 8%， 16场。简单的讲，大部分的是被弃置在农地油里面，不断不断，年年有余。这个是今年我认为有两个案例让我觉得胆战心惊，因为我们的环保署竟然这样在 解释我们的法律。一个是后壁的个米事件，你看到的这是绿色的是玉米田，那个白色的是有不锈钢炉渣，可是我们正常应该取样的不是应该上面的土壤标图 要取样吗？我们环保局把上面的土壤直接判读为废弃物啊，不需要取样，因为他知道如果上面的土取样以后，这个厂址要变成污染控制厂址，那我们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我们农委会取上面的标图去做检测，他说超过土壤管制标准，要公告为污染控制厂址。可是我们的环保局是采不锈钢炉渣下面的，他说的原生土壤，这样子检测合格，所以就不需处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这块地现在要卖，我们的管制机制在哪里？第二场，这个更离谱，这是屏东凯林的土质场。各位，我们的土质场跟我们的认知里面，你有看到任何一颗干净的土壤吗？没有，全部都是各种的事业废弃物。我们更怀疑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事业废弃物要用来掩埋这些太空包？表示这个太空包大有问题。我们检测了太空包出来这些有点淡黄色的土，我们发现它除了八大重金属含量很高，还有钛，还有竹，还有金，我们认为是高科技物理。可是历经了两年，屏东环保局都告诉我们什么？玻璃砂。各位，玻璃砂会有这样的重金属吗？我们的官员的智能是不是有问题？结果我们空白到什么？我们空白到不同的炉渣跟那个这个黄色的污泥这样搅拌以后，好，搅拌以后，他给他埋在余温，埋在另外一个地方。右边那一块，督察大队还检测出来是属于有害废弃物。好，那这个污泥是什么？真相大白，是我们透过立法员去调检察官的不起诉书里面发现的。原来这个是来自印刷电路板的粉碎料，经过处理以后，可是我们的桃园市环保局放水，他这个样品做溶出实验以后，它是属于有害事业废弃物，结果我们让它变成资源化产品。好，那怎么放水？这个原来粒径是 0.15， 把它放水到 0.38， 铜原来是 0.2， 把它放水到5，然后经济部
公安局说要做种族实验，他刻意不写，结果这样试验废弃物就变成资源化产品以后，我们好像颁给他一个身份证，他不用固化，不用焚化，不用罚款，不被起诉，结果是毒化全台。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包庇一条龙，从环保署到环保局，全部都包庇。我们社会是不是变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企业讲究社会责任，我们要问的这个社会责任，我们的印刷电路板业，你的社会责任在哪里？我们要问桃园县的环保局长，现在已经变成环保署副署长的，你为什么帮企业把有害气事业废弃物变成资源化产品？好，然后啊，这些搅拌以后，竟然去掩埋余温，掩埋土地。我想，如果我们不找回台湾土地的尊严，我们这个国家是没有永续发展的条件。我在此呼吁大家，一定要面对我们事业废弃物的问题，一定要合理解决。我们没有多少干净的净土可以这样让我们规划者这样的消耗我们台湾。谢谢。我想 现场的掌声也代表黄安章老师的分享，让大家蛮有感动的，而且看到了很多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会用 Slido 上面的问题，那个大家就是唐凤来到现场，大家也问他，有问了很多他关于想问唐凤的问题之外，大家也可以不妨问问顺林或问黄焕章老师，我们在民主上面，我们在社群上面的经营有哪一些的方向？那有一些题目我们从上面来看，那有一些题目我可能会把它合并在一起哦。那第一题是最近网络出征文化越来越严重，也常见对执政党政策有质疑的脸书贴文会被支持者出征洗版，就刚刚的出征哈，出征议题让政策难以讨论，请问唐凤对此有什么看法？其实我应该时间多一点请社会部门跟学界的朋友发言，所以我尽量简短哦。其实脸书它的设计本来就是一个让反社会的情绪容易发扬，然后让亲社会的情绪难以发扬的一个比较反社会的讨论的空间。那特别就是当你按回应而且会自动带出对方的名字的时候，大概打脸是比较容易，打书是比较困难，真的是这样，它这个空间就是设计成这样，所以我想这里大概有两个想法了，一个是说尽可能的不要用 Facebook， 我在 Facebook 上面除了就是贴一些开地球的类似部落格，后来他们把网志的功能都拿掉了，我就很少 PO 了之外基本上是不使用。那然后 Facebook 那个 News Feed 就是喂食的那个部分，我早就是用一个叫做 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的一个浏览器的延伸套件，直接把整面墙都拿掉，因为不然的话，尤其是配上触控式荧幕，它几乎是进入一个自动出征的一个情况，而且这本质上就是这样子。对，那如果有看那个 Social Dilemma 那部电影，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对，所以就是说，你要问我说，这个有害健康的一些物质啊，像刚才讲的一些物质，那就是如果就是一直吃会很不舒服。那会怎样？那就不要吃哦，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回答。那第二个是说，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有拘束力的，但是又不会出征的空间。那这部分也是为什么像Join 平台，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请那个资安的高手来测试police.gov.tw， 等于 police 本来是社群开发的开放源码的工具，现在就跟一个二级部会一样，自动取得一个.gov.tw 的网域。那如果资安上没有问题的话，那理论上就是任何承办人他想要开始一个讨论的时候，他在 police.gov.tw
W 就可以发起，大家就知道它是官方的这个一个讨论，而不是一定要在 Facebook 上面去跟不管是执政党也好，或者其他的侧翼们也好，去那边近身肉搏。我觉得这个对公务人员也是一个消耗。以上。好，谢谢唐凤。我想问，借这个问题问一下洪焕章老师，就是在其实在公民团体里面要做这个事情，其实有时候也会被出征，然后正反面都有。当你打民进党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哦，你是中共同路人，就是这个其实正反面都有，就看你在打什么议题。那我想问洪焕章老师，就你来讲，就是在这种贴文上面被出征，那在政策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再继续讨论？我想我们做，尤其做环境议题的，被出征当然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要护主嘛，哈。那可是我觉得土地是大家的，哈。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很多媒体喜欢问我说：“哎，黄老师，你有没有被威胁？”你们想到的被威胁的手段我都承受过，打电话恐吓的当场恐吓你的然后找人来骂你的然后还有那个我去刚才你看到的那个北门炉渣，还有那个余温温主竟然输出我的照片，然后开车要撞我，下车的时候拿着照片跟我讲：“这个就是你吗？这个就是你吗？”那还有人家找我去看污染厂址，结果那个做非法行为的人竟然开车从外面把大门把我们锁住，把锁在里面形形色色都有哈。还有那个写剧本请公关公司照本演戏来陷害你的，这都有。那当然不用说脸书被出征了哈。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被出征就倒下来，我们就没有资格当一个称职的公民团体，我们又就没有办法把真相告诉台湾人民。我们要坚持真相，因为有真相我们才有办法逼政府来解决问题。好，谢谢洪焕章老师。那接下来看一下接下来唐凤你手上也有 slide 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题应该是 EID 相关议题，但其实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是唐凤对于数位身份证的跨部会应用在资安与人权争议的看法。那我希望结合第二题就统一把 EID 在一个地方回答，谢谢。是基本上我们如果找Google 找 EID 的话，会到内政部的 EID 的那个公开专区哦。那卷到最底下就会有一批大概上个礼拜才公布的一批新的资料。那批新的资料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有自己翻译，所以可以讲嘛，开门造车你行你来的结果，就是去年的那个版本，那大家有很多批评指教，有两份联署等等，那我们就照单全收，然后就变成我们新的版本，所以有空可以看一下新的版本。那新的版本期待症它有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是说它一面是就是背面是一，然后正面是 ID 就是我们把就是机器读取码把序号跟晶片都放在背面，那我们把就是视觉就可以识别的跟现在纸本一样，只是少掉很多个字的部分都放在正面。那内政部已经完成预告一个办法，说任何人都不能够强迫别人使用数位的那一部分，那任何的服务的提供者，不管是公部门还是私部门，都必须要就是保留它全部纯纸本的那个流程。如果有人觉得说数位的那一部分是省他的力气，好比像说原住民族朋友他的名字非常的长，每次进入的时候都有可能有一些错字，或者中文当然汉字也有罕用名字等等，那他可以用来省力气，但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就是有纯纸本的这个流程哦，那这是第一件事。那我没有记错的话，也是 OCF 的联署的第一个诉求。那另外一个就是各自
的独立的专责机关了，专责机关还不够，主要是要独立。那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变成他的上司想要推动一个，那这个机关不敢去驳回他的上司的看法。有人踩油门，就要有专门的人踩刹车哦。那这部分草案也已经写好了，那就是等院会通过。之前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就是会跟着这一包组改哦，这个月底之前会送到立法院，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专责机关的部分，就是独立各自专责机关。那第三个部分，也是很多朋友想要问的、哦，就是说，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强迫大家一定要换吗，还是怎么样？那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整个时程是往后挪了非常多，所以应该是到下次总统选举吧，你应该都还可以用现有的这个身份证，也就是并没有什么强迫置换的这件事情。那明年当然小规模试办要看试办的情况，再来决定之后换发的时程。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想要抢先体验看看期待证，或者是你对当赏金猎人有兴趣，那来报名，那明年可能三月五月左右应该可以拿到测试卡。那但是那个也就是测试卡，那其他的部分大概就是看整个测试卡以及小规模试办的结果，我们再来决定说接下来换发的时程如何。但是即使进入所谓的全民换发，只要你不要把自己的身份证弄丢，那你还可以有好几年都不一定要去换。那这是目前的节奏，可以说是大家的大部分的诉求，包含跑在自己机器上的城市码应该公开，不应该被单一的厂商像 CHT 绑架啊什么之类，这些都已经全部都已经参采了。以上。好，谢谢唐凤啊。那关于接下来是三位讲者，我想先请顺林开始哦。就是在过去几年，开放政府的风潮真的带来了一些改变了吗？顺林要不要先？你手上有麦克风。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些改变？其实这个题目很难，你要从哪边开始讲起？比如说刚刚提到，就是说，你说那个数位抱歉 ，EID 有一些期待证，对数位身份证，数位身份证里面的一些网络城市码等等的。好，那这样子过去可能会觉得说，政府资安这件事情就是政府会处理好，或者是政府找的厂商会处理好。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互动之后，大家会觉得说，或许这个东西不是相信政府就好，不是相信厂商就好，对不对？但更前面的其实是在谈软体自由的时候，大家过去会觉得说相信微软就好，或是相信某一些电脑软体的厂商就好。那自由软体会让大家重新去思考说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软体开源出来之后可以让大家可以去看到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怎么样做得更好。 OK， 所以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而且这些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在开放政府的时候发生的。那如果没有之前的这些社群，不管是自由软体或者是就是开放文化等等，没有这样前置的作业，也不会一下就到开放政府的这些倡议，或是开放自由这些倡议。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社群逐渐累积发展的过程。OK， 好，但是呢，这个东西到底能够改变多少？刚刚提到这个数位身份证，这个城市开放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改变。可是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个数位身份证里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哦，就不是数位身份证，还有包括 T Road 哈，就是政府在这个基础建设里面呢，包括就是让部会可以交换资料，那这些交换资料可能也会让像银行啊或者是其他的业者去使用，那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资安的问题等等等等哈。那我们的中研院法律所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办了一个研讨会，那在前置的作业的时候有跟不同的人做了蛮多的讨论，那有讨论过是不是在做这种资料交换机制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想说到底这个资料交换机制会有什么样的资安的风险？那我不要说是谁说的哈，但是就是有公务员就说，
你们说的好，没有错，要评估风险再做这件事情，理想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实际上可能是过于理想化。我就说什么叫做过于理想化？那这个不是包括 GDPR 要求，就是你要做一些风险评估等等嘛。好，那他就说在公务机关呢，有时候好，可能不是每个长官，但有些长官当你告诉他说有风险的时候，他就不会签，他就不会推。OK， 好，那这样的表示说，其实在各种这种对于治安的想象或是讨论，其实并没有去改变公务机关是要长官签了事情才会推得出来。那签了之后，你不能事后告诉他说有风险。那这可是这样就会造成后续的一些困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风险，所以在一些手册里面，他们也都会说，或者宣传资料里面也都会说没有风险。那这个时候你要再反过来说，就是你要做风险评估啊等等。好，那到底这样子的一些机制是怎么样可以透过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三角形跟那个椭圆形的机制，让椭圆形的机制可以稍微去影响现在这个三角形阶层化的这个组织跟决策的方式。好，那这个其实应该是更长远的开放政府的目标。OK， 好，那唐凤。开放政府这几年真的带来了什么改变吗？有带来改变吗？当然就是说，我这要看对内或者对外嘛。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就是晶晶啊、怒怒啊、燕燕啊，当然是反社会、对民主不利哦。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就是那个 Buckminster Fuller 说，不是只是好像对于就是晶晶怒怒燕燕的抗拒，而是说要有另外一条路，有一个新的系统了，让旧的系统慢慢大家觉得就是不怎样，然后慢慢来用新的系统。那这个新的系统当然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从对人的出征变成对事情的愤慨，然后经过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忧心嘛，有担心的这种讨论，那变成就是解决方案，那解决方案又是可以复制或者是甚至分支等等的，就是从怒怒悠悠乐乐的这条路。那这条路你说这几年来有没有就是这条路的一些例子？当然有一些例子。那你说是不是说所有这个反社会的这种状态，所有的威权，所有的彼此不相信，现在在体制里面每一个公务员看到之后都能够转念就变成就是你知道总裁正向防疫呢？这个也不一定，应该是没有吧。对，但是只能说有两个是蛮确定的嘛。一个就是说这个新的系统的存在，它的存在没有在正当性上面没有被否认掉。我们看开放国会可以知道四个主要的国会的政党每一个都觉得这条路好棒棒哦，没有任何人觉得说我们应该回到本来那个威权的状况，所以这个的正当性有保持了。那第二个是说像我们在这次 GDP Summit 有看到的，就是这个变成是我们既农业输出跟医疗科技输出之后，另外一个可以跟国际对话的一个平台。我们不一定做得比较好，但是至少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让国际来参考。那这个也比起就是2014年有开放政府这个想法之前，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在国际上台湾可以讨论的一个题目。那当然2014年其实主要并不是中央政府，大家知道其实就是在台南市以及台北市，那这两个市长竞选的时候提出开放政府作为主要的口号。但是刚才我也非常同意，就是奠基在之前的不管是自由软体啊、开放知识啊，或者是政府资讯公开啊等等的，就是常年的这个基础上面，它只是这些基础的一个好像冰山冒出来一角让大家看到这样。好，那也请黄老师分享一下。我不是一个从事环境运动25年的老兵啊，所以我历经了各种政党，我必须告诉各位，这两年来我们的环保方面是退步的，是退步的。为什么是退步？环保其实很简单，是结果论。像桃园藻礁7000年的一个植物礁，我们竟然允许拿来做天然气的接收站，结果是现在进行式，
以前我们反国光石化的时候，马英九总统停掉了国光石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才你看到的影像是现在进行式，只有两个地方有被清除。我们政府没有面对问题，而且让我们更痛心的是，我举两个严重的案例。第一个，表土受到污染，当然要检测表土，而且表土是用来 种植物的，结果我们说表土是废弃物，这不可思议。第二个，明明是有害事业废弃物，我们可以让它变成资源化产品，可以让它流落到嘉义，尤其是流落到我们台南。这个在以前我面对的政府，只要我们去反映，基本上都可以挡下来的。凯宁案，我去过了屏东地检署，我去过了环保署，我去过了行政院，我去过了监察院，可是有结果吗？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而且我们从来不把我们的农地、我们的余温，其实这些土壤都是资源，我们从来不去想说我们这样埋一个三四米深值得吗？另一个问题，我们把这样的农地、这样的土地 交给子孙，我们有责任感吗？我们有责任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吗？所以我们必须对现在的政府告诉他们，你们是一个本土化的政府，要更爱护台湾这块土地，人民才会更信任你。好，谢谢洪安章老师。那下面有一题我想要先把它合并在一起问了，就是三位讲者认为 GEV 成立八年虽然声势浩大，究竟对于社会政府带来了哪些的改变？这种多中心的形式是否太流于难以提出明确的社会改革，只是动手做出来的一些规范？那我觉得黄老师其实可以接着去回答说 GEV 社群要如何去支持台环境的团体，然后在台湾做的这些运动，然后以及这些公民科技的资料是否对于环境污染我们在做的一些行动是有问责效果的。 好，这个问题很好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要更要求环保署或者环保单位资讯更加透明化包括了减调单位的跟环保相关的调查，尤其是那个不歧视书，我们根本都没办法看。凯宁案如果没有陈嘉华立委去调资料来让我看到那些资料，我真的无法证明它是有害事业废弃物。所以我们不歧视书，尤其是环保方面的要更加透明化。我们所有环境犯罪，你看到最后，第一个罚款很低，第二个大部分都没有刑责，这在台湾比卖毒品还要赚，我们要避免这个啊。第二个，我们是不是要求政府，刚才那些废弃物弃置场址每年增加了那么多，是不是像我们在那个信义房屋或者什么有一个网站我们点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周遭有哪些是非法弃置场址。我们非法弃置场址一定要清楚。第二个，这些非法弃置场址不能就这样子，因为你没有控管，所以就这样买卖交易了，这会引起非常多的买卖纠纷那我们也要请大家帮忙的是，我们必须用科技的方法来处理事业废弃物，让它变成真正安定的产品，再拿来再利用。否则我们以目前的方式，其实是毒害更多的土地。那再来就是这些
事业废弃物变成产品以后，它应该衔接一个制程代码。哦，你这个要到哪里去哈？我举个例子来讲，像那个玻璃纤维树脂粉，它有玻璃纤维。桃园环保局允许它做什么，你知道吗？滑石粉。各位，玻璃纤维细粉粒，你摸下去，你试看看，可以用来代替沙子。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不对的。啊，那第四个，我们要要求政府要修废青法，有我们废青法有很多的漏洞，我们必须把它啊用法律条款把它弥补过来。好，其实 G0V 社群里面其实有一个专案是透明足迹，那另外也有那个是绿盟的专案透明足迹，那另外也有地公的专案违章工厂举报，这其实都是 G0V 社群大家跟 NGO 一起 NGO 带来的问题，然后 G0V 社群大家一起来帮忙。那如果我很推荐，如果台南有在地的社群，其实也可以跟黄焕章老师合作，他其实他刚刚的那个 idea 就跟 GMV 社群一样，大家都是开了一个坑来想想怎么运用政府的那些 data， 释出那些 data， 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然后可以监督到这些工厂、这些政府的用科技的力量来做监督。那接下来我们请唐凤来回答一下，是否这种多中心的形式是否太流于难以产出明确的社会改革诉求？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达到共同的价值的过程，那但是这边想要产生的它是明确的单一的一个诉求，这两个其实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这是就是你就好像去问说，哎，一个预程的或者一个加速器或什么，为什么不就是直接在预程的过程里就上市上柜哦？这个似乎是就是把概念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一点混淆。我们在不管是之前自由软体运动，或者之后改叫做开放源码运动等等，大家想要，当然现在又回到自由软体运动的，大家的想法大概都是说，我们保障每一个没有参与权的人都有参与自己切身相关的规则制定的权利。当然一开始是在软体上，但是后来就是在各方各面都是了，那这个就是主要的诉求。那你说有这个之后，就好像说有言论自由之后，会形成怎么样社会具体的言论，带领这个社会有所改变？那个并不是从就是软体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解释自由、人权的这个角度来看，说这一定要上市上柜，一定要变成一个新的气氛或怎么样。那但是任何一波新的来的这个想法，它都不能够去牺牲掉未来可能有更好的想法出现，那这个是我在意的。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当然看到很多小规模、小规模的，因为那个就是在探索的阶段。但是也有一些，好比像说像政治现金的公开，那这件事情已经变成社会的常规。虽然2018年监察院才第一次用结构化的开放资料释出，但大家都知道之后，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他不可能回去说那这个政治现金还是只有监察院可以监察的那个状况，那这个就很明确的是一个具体的改变。那但是不能够要求说，所有的G0V的小的专案都一定要上市上柜，就变成这种具体的氛围的改变才值得发起，不然的话，那就是丧失了刚刚讲到任何人都可以探索的这种基本的精神。好，那顺宁帮我们简短回复一下，我们大概还有18分钟。我不是很知道为什么小规模的专案啊，就是好像要觉得小规模专案没有明确的社会改革诉求，因为我觉得很多小规模的专案其实它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环境的相关的，或者是资讯自由相关的，就是他们可能是透过一个专案的方式来实践一个比较明确的社会目标。那你如果说今天要讨论是一个大型的社会改革，好，那我觉得 G0V 这个社群的存在本身，好，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让大家有一个知道，就是说我在那边存在一群人，即使他们各种各样，然后我不知道确切是谁，但是当我想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知道说我不是一个人，我可以去那里找到有可能有相同的关心，然后愿意一起做事的。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去年在美国访问了一年，然后有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可能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老实说对我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就是旧金山呢，他们在回收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不好。那有很多超商理论上他都应该要回收你的空瓶，但是他们觉得堆着这些空瓶呢会造成他们营业上的困扰。好，那所以我家隔壁原来会愿意回收空瓶的这个超商呢，他就贴了一个他虽然门口贴了一张纸说这里应该要帮你回收空瓶，但是呢你带着空瓶去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回收。OK，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就去把这些相关的法规找出来。好，然后我就去看说，哎，他如果不回收，拒绝我回收的话，他应该要，就是我要怎么样做？我要去举报他吗？那我要去哪里回收我的空瓶呢？对不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这里没有 G0V？ 因为如果有 G0V 的话，我就会在下次大松的时候去提案，说我们可不可以来看一下你家附近的超商是不是也这样？那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要被罚多少，或者是他们要去选择说，他们要被如果说罚款是每天100块美金，那他们如果常常去举报他会觉得说这个营运的成本可能他还是要吸收的，他不能完全不吸收。好，那我的困扰就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样的一群人。我问了当地的一些，即使是旧金山这样的一个科技社群很大的地方，他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社群。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很想加，但是我很想加的一个理由是 G0V。 OK。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没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就是小专并不表示没有明确的社会目标，而是说它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切身的问题，它可能是小问题，但是它其实是反映的大的问题。比如说刚刚就是超商的 lobby， 超商的就是它可以很 lobby 很成功的去把那个超商回收的点减少，或者是减少他们需要负担的罚金的等这样子，以至于他们可以很就即使他门口贴的那张，他都可以跟你说我不收你的空瓶。OK， 那所以这其实虽然是小事，但它反映的是那个lobby 的结构跟这个大型营业的这些超商他们的结构，可以去让我们生，他想要赚我们的钱，卖空瓶卖瓶子给我们，但是并不想要做各种回收或者是环保银行他们作为一种社会责任部分的事情。 OK OK， 好，那因为我们剩15分钟，我就每一个讲者，其实大家题目太踊跃了，就谢谢大家，大家题目太踊跃，我们时间太少了。那我每一个讲者会挑一题，那就请三位讲者，就是大家针对三位讲者的提问哈。那第一题最上面的最夯的，目前最夯的就是，我是前政府小编啊，小编不是我，曾要求制作非政府使用的图卡。或者是被要求做图卡要拉高情绪值，表达更愤怒，吸引更多的人，或者是说在其他政府单位内部一次制作两种版本的图卡。哇，你这小编很知道内幕哦，直到同事会把政府内部非公开资讯泄露给侧翼制图。小编你绝对不要站出来，请问政府政委怎么看？确实啊，这个是已经很久的问题啊。2014年当时就是新媒体小组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在行政院院本部那一条专线的时候，但当时其实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情况。那当然就是在2018年选后，这个情况是更多了，这个确实是真的。那因为这边讲到了四个不同的太阳，那时间有限，我就每个都稍微就是分享一下我的想法了。第一个是说当然所谓公开快速结构化里面的公开，就包含 K
可以给非政府的行动者使用。我们已经不是现在要写那个版权所有翻译必究哦，好比像说之前那个前几天农委会要制作一个关于茶的台湾茶的风味轮哦，就好像咖啡或酒一样有各种风味哦。那他们好不容易制作出图卡，但底下写版权所有翻译必究，那我就跟农委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说，是说现在我不能拍照传到就是网络上就是了，不然我会被翻译必究。那所以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公开是对所有的不特定人公开了。如果你是已经摆明了是要对不特定人公开，风味轮就是要给所有关心茶的人来使用，我不觉得这个在道德上有任何问题，就是把 CC 授权 CC 零或 CC 什么挂上去就是了，其他国家的风味轮大概像咖啡的也都是这样子做的，这第一个。那但是第二个就是确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的这个愤怒情绪值不是对事而是对人的话，那其实对于公共讨论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具体的来讲，就是我希望你可以 resist， 就是可以就像我从来都 resist 这种要求一样，就是如果有人要求你拉高仇恨值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一群人的话，你试着把它导引到同仇敌忾。那像刚才老师的整个影片呢，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从头到尾并不是针对特定人，而是说对于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愤怒，不能接受，所以可以就是试着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就是不是仇恨值，但是愤慨值哦。那第三个就是两种版本的图卡哦，那这个也是其实好一阵子以来都是这样子。那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要很清楚它的那个溯源、啊、我们之前在做e-trunk， 就是在行政院院本部，那我们会尽可能去附上说它后面的实质的不管是法规法条或者是额外的延伸阅读之类，这个在就是郭勇当发言人后来 Glass 后来 Avian 的时候，这个都一直有保持住、哦、但是确实当它跑到政党或侧翼或谁手上的时候，很多本来有附的东西就拿掉了，事实上 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的建议就是说要把那些相关资讯直接放到图卡或者放到沟通的那个里面，不要说觉得说你贴一张图卡然后旁边放一些参考书目或一些超连结、哦、因为当就是有人去二创的时候，那些一定都被拿掉了，一定要直接就是放在那个卡片里面本身、哦、那最后就是有些同事会把非公开的资讯泄露给侧翼制图、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就是没有任何可以defend 的一件事情、哦、当然不应该这样子做。以上。好，那我看到很多问题都很想问黄焕章老师，我把黄焕章老师问题留在后面、哦、因为很精彩。我们先问一下顺林、哦、顺林博士，你觉得 Pretis 有什么可以操作的地方，共同语言来协助领域之间的协商交培吗？我想要先跳开 politics 这件事情，就是不同领域之间的协商小培，然后也是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当年刚开始进自由软体这个社群的时候，我的工作其实是一个 in house。好，那个 in house 的工作呢，我就必须要知道，就是说这些软体工程师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他们的授权方式长什么样子，然后他们到底就是这个用的各种不同的模组之间，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组在一起的，那会不会有著作权的问题等等。好，那我就需要工程师解释事情给我听，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要问我有没有法律上的问题，那我就要知道你们到底在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了很多，就是工程师很习惯用很多那个缩写、简写 acronym， 对不对？就是都用英文，然后那个首字，然后就是讲很多那种就是我听不懂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我就想了一下，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回应他？我就回去呢，回家那天晚上回家，我就把一些法律的名词翻成原文，就是德文的原文或是英文的原文，然后再把它变成 acronym。然后隔天我在跟我的同事讲话的时候，我就用我的 acronym 跟他们说那个法律的东西。那我就说你们听不懂吧？那你要不要告诉我你们之前应该跟我说的是什么？就说其实这个就是有很多预设的语言跟知识，这件事情本身就会阻碍沟通跟交流。好，那所以大家可能在互相沟通交流的时候，如果今天是想要去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就是要
学会对方的语言，或者是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以及在跟对方讲、对方说话的时候，需要想办法，把话说成是对方听得懂的话。好，那这个这种东西，作为一个学者，我也经常在练习，因为我在一开始讲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抽象跟学术，但是我用小故事告诉你的时候，你们就会比较容易知道我要说什么，这样子。好，那这样子一个互相沟通的方式是第一步，认识大家一起认识那个问题，觉得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共同认识，跟那个问题的 identify， 就是怎么样去说这个问题具体的到底是什么。好，回到了这个问题周围相关的制度是什么，或者是规范是什么，我们如果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话，现在这样的东西会怎么样限制我们，那这个规范怎么样变成这个样子，可能会除了法律的本身之外，当然涉及很多专业的本身，比如说黄老师提到很多环境方面的规范，对不对？那环境的规范为什么会长这样，是专业的意见吗？还是不是？是游说的结果，对不对？好，那这个规范怎么长成这样？怎样去理解它？好，然后如果它已经长成这样，或者是它其实有空间，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做什么？好，那如果它已经长成这样，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它？所以其实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沟通互动的过程去了解。去思考。好，那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之前在讨论，就是社群的这个，就是他要有这样，就是如果说制度告诉他说要怎么做，那你要说制度告诉我这样做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要用另外的方法也可能可以做到很好。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制度会对你想要的那个方法造成限制，或者他没有说什么。那我觉得社群另类社群实践的功能，就是他透过一些实作去告诉大家说有其他做事的方法。那有其他做事的方法，这件事情被承认之后，好，也可能会改变一些观念跟语言。那改变这些观念跟语言之后，也可能会让原来的那个阶层性的那个权力结构会得到一些松动。松动为什么会松动？因为他可能原来那个阶层性的权力结构告诉你只能这样做，那现在大家发现不是只有这样做才是可以的，所以就会松动这样的一个结构，或者是可能是改变这个让其他人也愿意尝试看看，或者是改变这个结构本身。所以其实是由周遭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过程里面去发现问题，在一起去思考怎么样去行动。好，谢谢顺妮啊。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问到黄花斋老师啊，炉灶的合法或不会不会伤害土或不会伤害土地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好好的处理和非法掩埋的成本差距有多少？要遏止这种非法掩埋，除了用检举罚款之外，会不会有其他可以提高非法处理成本或降低合法处理成本的方式？我想炉渣是一个非常简化的名词啊。那其实炉渣像中钢体系的有水脆炉渣，然后有脱硫渣，有转炉石，然后我们另外一个电路炼钢的，我们一般知道的就有还原渣跟氧化渣。那我们比较有问题的是那个还原渣。为什么还原渣？因为还原渣不安定，你埋了以后遇水会膨胀，那 有些石灰会流出来，所以你看到那个旗山大林那边是水质水量保护区哦，结果中钢的转炉石埋下去以后，每年只要好大雨，它的强碱水就渗出来，那渗出来它流经香蕉园，流经木瓜园，那个木瓜叶的叶子一个礼拜后掉光光，香蕉树一个礼拜以后叶子就枯黄了。那也就是说我们用到不对的地方，用到不对的地方。第二个要强调的是，其实我们是可以用科技的方法去好好处理的。那因为我追那个炉渣其实也追了十几年，所以现在台湾钢研他们真正去建制了一个高压蒸汽的处理法，也就是说它的还原渣不安定，它要用高压蒸汽把它
处理到安全，然后再变成产品。那我们当然非常乐见这样的进步。那可是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渣它是随便乱倒的。为什么随便乱倒？以前啊，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雪甲炉渣案，94年的时候它一吨是500块啊，就是那个炼钢业给那个明祥金是500块。那你想想看，我没有去再利用，我直接买，这个有多大利润？一吨500块啊。那现在已经到1500块了，一吨1500块啊。好，那是可以用科技的方法去处理了。好，那我们有很多的事业废弃物，现在的价位其实拉得蛮高的哈。像那个食品污泥现在已经一吨6000块了呢。可是你想想看，我收了一吨6000块，可是我就找一个农地，找一个人把它埋在那里，这是暴力啊。而且我们的法律没有行者，所以这些事件发生以后，业者只要搬回家就好，因为它是产品，搬回去。所以在这样子，其实我们一直没办法有效的去遏止这样的不法行为啊。那所以我们要用更高的科技，真正的用科技去处理事业废弃物。那第三点就是说，大家可能想到事业废弃物就想到炉渣，其实不对的。我们台湾一年有1800万吨的事业废弃物，1800万吨哦，事业废弃物是用再利用的管道在流窜啊。那你想想看，刚才我讲到的那个转炉石、还原渣，大概只占300万吨哦。那其他的你可能没有想到的污泥啊、有机污泥、无机污泥等等，其实也都是用类似的手法在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这样的制度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我们每年要损失非常多的干净的土地、干净的农地、干净的渔温。好，那其实我们时间有一点稍微 delay 了一下，那我最后还是私心的想要问一题问题，我把它拉到最上面。那个村长 GV 村长是有高的问题，就三位的观察，唐凤进入政府后有哪些政策或议题原本需要靠政府外部力量问责，回到政府内制度化的问责？那这个题目就麻烦大家3分钟以内回答这样。不过我现在先讲这是一个陷阱题哦，回到那两个字是错的哦。对，就是说你觉得说你相信政府自己就可以自己问责，然后外面就撤掉了哦，这个是不对的哦。最多就是有政府内制度和问责来加强，或当责来加强，这是陷阱题啊，我只是要先讲。可以接着回答。那顺林吗？你先接着回答好了。唐凤，你就接着回答。没有，这就是一个纯粹的陷阱题啊。所以我没有，我是觉得说，本来外部力量的问责能力就应该要随着民主化越来越强。那这个问责能力是建筑在外部力量的正当性上面的。那如果外面的力量没有组织、没有正当性或怎么样的话，当然所谓制度化的当责、所谓给出交代，当然一定给得出交代的。刚才这些依法行政每一个都给得出交代，只是那个交代不是真正意义上面，就是由市民社会来设定议程，针对市民社会设定的议程给出交代。就像我们现在 Slido 因为有这么多票，那然后主持人行使了主持人的特权，就是违背掉民主原则，就不管几票了。对，那对，就是那行政官员通常有的那种能力哦。对，就是行政官员可以，因为他觉得说这件事情比较重要，所以就稍微盖过大家的票数。但是就是说，这个是每天都在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是有一个强的外部的这种组织，那我们在内部，不管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制度化写成要点的这个总统北黑客松，不管是我们这边的就是
是资料申请小帮手啊、透明足迹啊什么之类，都至少拿到一个有点相当于一个立法委员一直关心的那种强度的一种就是沟通的一种令牌吧，这样子就是他随时可以打开投影机把总统投影出来了。那这个当然是有点用，不是没有用。那或者是说我们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等等，当然也都处理了很多就是内部要怎么样持续给出交代的这些题目，但到最后还是靠每一个就是看不顺眼然后觉得我自己可以 做一些事情的人在外部去要求问责，这样我们在内部当责的时候才能够是针对这个议程来进行当责哦，绝对没有说我们内部自己制度化的当责之后外部就不要问责的事情，这是我觉得非常就是危险的一个思路。 OK， 那顺宁。其实政府组织政府问责这件事情，就除了他们固定派人去国会，然后国会去问他们问一些问题，然后删预算，除了这种最基本的问责以外，其实有很多其实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他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主动的去 engage 民间，然后去了解问题的设计。好，那问题的根源跟怎么样用制度的设计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好，那另外也有一些就是这种政府的组织形式，就是说那个决策的过程是怎么样形成，然后这个其他的声音在什么样的时候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其他的声音可以怎么样在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就进来，那这个组织的形式怎么样可以从那个三角形的方式，就是传统那个本来是传统三角形的方式，那其他它就是对外面就是外面，那现在这种希望居零 V 或者是希望这些开放社群能够给政府的刺激，可能是希望政府在这个三角形里面能够加入这些这种其他形式的意见讨论的管道跟其他形式的，就是你不是可能不是只听专家，比如说环保的问题，那刚刚这个他如果只检查上面的这些，他如果去检查上面的土壤，可能他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如果今天公民团体去检查上面的土壤，好，比如说公民科学这样子的东西，好，就是像空污也有现场也有这个开源的空污监测的社群，那这些其他的社群在做这件事，其他社群去投入资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是不是可以不要用你们不是专家，或者是我们帮你找专家来决定这样的问题，好，来搪塞，就是或者是来阻碍其他声音进入这个意见形成跟政策决定的管道，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大，就是这个其实是希望居民这样的一个社群能够对政府问，就是政府的问责，其实是一种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学习的方式，就是你透过看到外面的一些讨论，然后你去纳入，让你的内部的决策机构更加的充实、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有正当性嘛。好，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题，或者是中间有讨论一个小辩论，就是政府可能在学习就是新媒体或者学习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学到的是怎么样把政策包装给大家，让大家觉得这样是 OK 的。好，那其实这样子一个组织学习方式可能就不是我们乐见的，我们希望是政府能够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讨论，更充实的讨论，那而不是就是让这个讨论可以让这个讨论在中间就只往同某一个方向进行。好，所以这个其实我想要帮下午的那个 Uncomp 宣传，你有被选上吗？那个 Rony 的没有。好，那之后或许我们大家可以有机会再讨论这样子的问题。谢谢黄老师。我想如果说政府可以在资讯透明化更加强的话，当然对我们在做外部监督的会更有利啦。好，那包括像现在政府有一个企业的透明足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去了解这个企业它有没有尽到社会责任，其实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可以透过那个去比对我们现场监督的结果。第二点我要讲说，
我们台湾目前哈，我们走过了民主 年代哈，可是民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追求台湾价值。台湾价值一定要是所有执政的优先要考虑的。台湾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被保留下来的？哪些地方是不准动的？农地、渔温、水质水量保护区，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留给子孙的，这些是不准动的。所以，所有政党在执政的时候，必须要建构真正的台湾价值，不是什么事情用巧的，哦，很多人来敲巧的有啊。咱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危机是这个，都用巧的，啊，那但是有些台湾价值是不能用巧的啦，哦，所以我们希望说，啊，我们也建议现在的政府要跟，啊，社团沟通，要建立信任机制，重要的你们站出来讲话要让人民信服，啊，你人要觉得说你讲的话是对的，不是你讲的话结果人家都可以反驳你而且批判你的价值，这样子我们对政府官员的信心会不断不断的滑落。那所以，啊，我们，啊，要建立我们的政府透明公开土地正义，我们人权不应该侵犯环境权，环境权要放在台湾价值的上面，在人权的上面。谢谢。好，谢谢黄阿昭，也谢谢三位的讲者，我们今天大家的分享都很精彩。那其实我们从社群，我们从在地的团体开始看到，就是像顺林他提到的，从三角形，我们在也在讲的民主不是从三角形由上而下，其实我们也是逐渐要希望它是形成一个椭圆形，让更多人去参与，更多人呢去深化这个民主。那我们到底要如何达到说让更多人关心台湾的价值？那请大家热烈掌声，谢谢三位。